我准备包三杯价，这样包一样，我来两包，我都200块来，两百块，炸鸡腿来两包过来，这样包来定，炸鸡腿200块，给你，包了，包钱。退休去玩，占点历史。贴在我的脸上。陈博远你好，他是什么意思？地名啊，鸡。来，我。来，要吃十个来，开300块来。台湾熟白虾有谁要吃？300块，三八，多少钱？对不起哦。台湾熟白虾很贵呢。这盘卖了5、4个人可以转播，你3个人可以吃2公斤哦。就虾子就2公斤了哦，不带冰块的哦。这边可惜住太远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下面？你有没有看到下面宅配加赖？有没有看到下面有写宅配加赖？下面有写宅配加赖哦。一人一半，来300块最好钱。台湾手板虾最好钱了，给300。最后一个。你好好，来两百块来，有没进来？来，我来，我要去拿水喝了。你不要在那边杀，你过来。去拿水喝。来，最后钱两百块数吗？没有了，来200块，都完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收起了，收起嘛，不散嘛。来，要吃一个200块的。鱼饺200块，谁要吃鱼饺的？来，200块来。你三个要买多少啦？我问你呐，你卖啊，鱼饺足贵嘞，来200块来，来3个客人，200块鱼饺，来最后2位喽，来鱼饺200块来订，最后两个人订，鱼饺足贵，来200块你别过啦，来多啦。下次好了，下次好了，等一下。来台北多少箱买？来台北，来台北箱包好了，来还要吃蛤蟆哟，还有蛤蟆来。台北。对啊，来最后钱300，要带两罐200块来，200块最后一个，台北，台北，来蛤蟆买100块来，蛤蟆买100，买高炸，买飞炸，加买加到最后来完，好完了，50块来蛤蟆，蛤蟆买起来，今年50块来，有人要煮蛤蟆无？无要，我做做怎样？来，谢谢，来又一圈来300，我八百来200块来，又空气，三百只，200块来。还有1200块，不是一包200啊！哇，你挑就这哦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一包200，我上你几包。早上的天气跟下午的天气差很多哎。留一包200块。早上的天气跟下午的天气差很多很多很多。来200块来，一包200，两包也200啦。那么便宜呀？来200块来，有1000个，他没进来。后面，我都无啊。对不啊？200块来，最后一位啦。没有啦。来，200块来，再存钱啦，给你啊。来，200块来，最后一位没有了，有一千，200块，存钱啦，给你，走啊，快点啊，来，谢谢。来，阿要吃干贝来啦，好啊，愈卖愈好。来，干贝要1000开高八米，来，干贝要吃来500块，500块来，干贝，懂了不？打针多少钱？来500块来，有钱人可以吃干贝来500，两克卖1000，两克800，外公两克卖1克1000800，来500，都有钱要来干贝500块，我来要吃干贝，来金钱，来500、400，来300，300块来，不是一盒哦，2盒给你，来干贝用煎的好吃，来300块，我人炸来就吃，人偷干贝，我炸来就不要买吃完了，来，来虾子2位来。来，阿要吃青贡嘛，要吃毛贡好，阿要吃火条，吃青茄，直接来我。吃啊我啦，整个宝箱都在来了。各位拜拜，看到宝箱没有了？多请你平安顺遂，大太。宝箱在右手边。宝箱在这里，宝箱在这里。对啊，没几个。热尔明，拜，宝箱都来了。来，我们在干啥？在干嘛？园长，火料抢，上面价。三八，去你在看中华的产品不是哦。哎呦，这一块300块不能吃。我这来先管弄300，后来进攻嘛，不然被炒嘛。来先开好你来300，我管没300，来200块，200块来，先管弄谁要出的？来这一盒。
要再敲人过来。两百块，一客啊八十块，五客啊两百块，无人买哦。来，谢谢，阿伯你出来买茶啦。好啦，你买啥我买啥好啦。五百等三百块，我等三百块来。牛肉块。爷爷，爷爷回来。Hello。爷爷。你对面啊。爷爷。来三百块等。等等。爷爷吗？来三百块你来，来加票钱，加票钱去。来三百了。爷爷。哎，牛肉汤谁要吃？来三百块。我请你妹俩。来五百你的，来七百块你的，来三百块来了，牛肉汤啦。我扣得来啊。快来。扣得来啊。还有一个大古堡没有买到啊！大古堡，大古堡，来三八过来牛肉汤，大古堡，三八过来古巴登陆，上面讲古巴登陆进来，大古堡，三八二七八来我包你，来了包你来，最好能给他们古巴登陆，大古堡来了，三八过来，赶快赶快，还有谁要吃牛肉汤的来三八，三百块都买到了吗？最后两位了。牛肉汤，有开放网络下单吗？他没有宅配啊，他没有宅配啊。啊，地址在哪里哦？来大古堡，美国吧，澳门大古堡，超级好吃的，加了就可以了。美国吧，七八三八。地址我贴了，我贴了。哇，这冷包得三八，辛苦高兴。看到没？地址我贴了。冷包，七包，来冷包。七包了，北极啊，我买冷包，北冷包。我妹妹来两百块来，进来大古堡过来，没看好，来两百块来，就不用看，不用再解释了，这个没有那么便宜的大古堡，来两百块，来进来来，哎，这两天是三公斤的美丽沙发的生锈啊，来两百块来大古堡，够了吗？两百块统统买到了哈、哦，好谢谢，来请光马开沙发两百块来，来两个人给买了，有啦，一个口罩来买啦。来五客啊，四百蚊啦，两百块。怎样啦？来最后一个人，来全国嘛，来三客啊，四百来五客啊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人，现款到五盒，不是四百，是两百块够了了哦。谢谢。来毛豆，拜拜。好，来毛豆买两百块来，较紧嘞，较一人买毛豆来三包两百，有人要吃毛豆无？来两百块，来拿钱，拿钱快一点，毛豆两百块来，多欢呀！上面请，我小姐要请，一百块送，一百块请你。我来讲，我饼量阿小五哩，来一百五哩，三公斤，来两百，阿多来两百块，阿多买两百块来三包，四包五包来了，包你来，两百块来，够人无买了哦，两百块，讲出来了哦，小家庭一百块来啦，进来，一百块来啦，小五哩，一百块啦，来三包哩，但这个很多东西好像不用钱。来鱿鱼，科蛙鱿鱼，我让你请来三百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科蛙鱿鱼，最后全击盘了。来两百块来上来，快问了我，肉钱我的蘸酱。来两百块，还有今天有叫卖吗？我再打一次，我再打一次地址啊。来，看一下地址，看一下地址啊。我这边贴地址啊，贴时间地点的。来，最后四个客人，自己看自己看。毛豆会吃会辣吗？这个毛豆不会辣。Hello， 这个毛豆不会辣。给了，给各位鱿鱼，刚准备好嘞，两百块来四个客人包完吧。你要毛豆的话，你要你要那个把皮切掉。培根没掉，培根没掉，培根呐。来来来，我夹面。弟弟要夹，我夹，要夹，我夹。伊在底下夹，我夹，夹，我包邮。你在骑家，你在骑，你在你的家哦。宅配运费一箱两百五。不骑的话，不骑的话。不骑的啊，不骑的啦，来。黄龙鸡块。培根三百，黄龙鸡块。一包一公斤，市售两百包，我卖你三百，划算的。来三百，上面讲培根嘞。外公，我来包公这几包给你。没果吧，这两包培根货的哦。超厚的培根哦，而且大条的哦，没果巴，没心巴，来三百块，厚培根三百块，卖你一包送你一包，谁要吃厚培根？今天拢小家庭你啊，一人一包两百，八好了。便宜多少？对对啊，便宜。几块拿出来卖？培根一包一公斤八好，没人金钱，我要收开啊！我去让你等下烤炉，我要会花伊啊！一公斤的培根两百块都买不到，我卖你一百五大条的呢，大条哟。来，一到三百块钱。来啦，小家庭来较紧的啦，这一个就一百，
问到你啦，3300，来抓你得无？来200块。下礼拜再请打港 ，OK？ 哎，300，今天买200多，今天多少？来200块来，一个人拿4条。一根哦。来鱼肚200块来，赶快。这个不是无刺的哦，这个有刺的哦。我来200块来，你如果不介意再买哦。其实鱼肚的刺又不多，我跟你讲，现在鱼肚汤这个一半哦，就一碗一百一，300多200块，我很喜欢喝石目鱼肚汤哦，200块300多，200多，欢迎茶会店老板，两杯一起那个杯你茶会店，茶杯茶的不能。因为吃木鱼肚汤，我每天我固定的时间会点。你这边200块呀，你这他妈好啊！来200块来300多。吃木鱼肚汤哦，从来200块来吃木鱼肚汤，还谁买呢？一碗85块，到现在150块。来200块，我们讲小香肠哦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来200块，吃木鱼肚都买到了哈，谢谢。Hello。来小香肠，来这么快就回去了，没我吧，没事吧，好了，拜拜。小香肠，拜拜。一个人7条就100块了，一个人15条200，没来几百块，我来小香肠。对，别煎别行的，台北的台北台北加赖哦，小香肠吧，没加和台北加赖。哦，来阿林哥，别加7块啊，来薄皮鸡腿块哦，薄皮鸡块哦，这个超好吃哦，烤成条，烤成条，烤白猪哦，阿林哥话别一般般鸡的白猪的。你要不要被规划半班鸡的等下做好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块这个更好吃，这是鸡腿块，哇，它里面有附一包椒麻酱，你可以沾也不要，可以不要沾，其实那一包椒麻酱不会辣，不会辣。来300块这两块两包等于借来外公两个人给买都没三百，这两包你等于瑞珍瑞奇瑞去沾货没三百，一样我来200块完了，200块来，这个根本就不用买了，这一包就160了，两包200块不用再看了，请加货价来200块来。好成的鸡腿块，来了八块，好成的鸡块，来了八块，上宝贝了，来鸡腿要来，真的好吃哦，来了八块来，去，好成鸡块，过来被叫好，来了八块来，200块，都买到了哦，喂，这是鸡腿做的鸡块呢，来了八，阿内罗没有啊，好，谢谢，来，阿贝讲先跟阿贺来，先跟阿卖货，直接卖台北吧，来我八货完。来500块来，两个人去买得啊！你们吃小饼来，动作较紧的啊！来500块来，有水无？来3杯给你来，4杯给你来，5杯给你来，来500块来，6杯给你来，来恁两个人去买得来，7杯给你来，来吃。500，500，500，够无？够，够。来小饼来500块来，赶快恁两个人去买。老板给不？来500块，来这就喏。来500块来，赶快小雪。我炸鸡腿啦！好我叫你看啊，200块来，不好意思，赶快买回去啊！这边不啦，9元就是300，9元就是1100，来200块来，加拢我。炸鸡腿堡。花出来200块，家里人多的买的划算，对啊。很多人都固定来这边买哈，真的。很多人都固定来这边买哦。今个伊拢特别卡拉鸡腿堡，伊在沙包耶，来回去啊，200啊，拢乖啊，方便点啊，那今年来回去玩。来，最后一个客人花出来200块，够上宝贝了。冷爆喉咙花呗，来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带全部过来来，来阿妹姐，卡拉鸡腿堡来，这边过来啦。我给你买几块，我赶快来给你啦。但是还较紧的哦，无几包啊，还有几包到拿上来。你无买我买不啦？我也没有了。来，这样买几包卡拉鸡腿堡啊？一人一包，唔免4包，唔免3包。来，冷爆喉来，原味哦。这原味的哦，原味的哦，不是辣味的哦。来200块来，进来。来200块，各位来回抢卡拉鸡腿堡，动作快，全部归包。来一包200块，你绝对买不着。这无香，这无香。这白香，这白香。来200块卡拉鸡腿堡，最好存2包两个啊。卡拉鸡腿堡，好。来200块来，进来，最好存2个两个啊。卡拉鸡腿堡够3包备了。谢谢。
真正好吃，啊，足少番味的南丽林啊，卖蛋啊。啊。哎，来，还要吃蒜泥头刀啊，啊，鱼啊，吼。我要吃鱼啊，虾巴，虾巴好。这虾巴是袂好啦，好好蒜头。来，加马油。哎，好像还有吗？有有有。哎，有。我是讲虾，哎。哎，多谢啊！我叫你讲，今仔头落晴空，花天，我甲别家小同款啦，啊，一个大包哦，啊，一个大包，伊也是大木，哦，伊也是这大木尾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500块，这边都，来500块来。大木，这边他大包是的，来500块，大包哦。那生产日期半个月。来，500块，再来朱秘书来咯，多一杯酒。来，500块来晒，别了。来，500块。大木尾啦。500块，几个客人要吃下巴的，赶快。来，最后两位老伟下巴来，500块，500块，最后两个人跟伟下巴，都喜欢吃龟兔啊，大妈你敢知啊？每天500块里面对哦，伟下巴还有人想吃吗？对了，好，一包一斤，谢谢一包五斤，来，还有加马油，加马油鱼，大来，阿科蛙鱿鱼多三倍来吗？科蛙鱿鱼，来，鱿鱼会三倍，鱿鱼会，鱿鱼会个几来三倍。还有一个没有拿到的科蛙鱿鱼，谁买的？有了，收三个呢。有小姐姐，小姐来，别讲蒜里头哥来，别讲别开500、400来，300块买啊，真蒜里头哥比蒜里头欠贵。来，别讲来300块玩鳕鱼头哥，鳕鱼下巴啦，乖了呐。哦，鱼品牌然后，来，别讲来300块来，鳕鱼头哥来300，得大点呢，小姐啦，别讲无，乖点嘛，姐啊，我先处理。睡吧，刚才哇，来300叫姐妹来，鳕鱼头哥，来300块来，叫做你，来叫做这样，来帅头哥300，还要徐华，为什么把华裔得来？这有你脚松过来，来来500块买不起华，来300了，并且怎么购买哟？鱼头刀啊，没有到大脚，没有到大脚，来300块来购买，现场买或是300块来，百倍，现场买或是百倍哦。三百块就三百。你别头戴的口罩啊，我来聊聊你呐啊。这个大妹要钱。来300块，啊，够人无买着无？快去，来鳕鱼头刀300块，我操！来啦，我再广告一下啦吼，来。来上门买着头戴去，来三百。看一下左上角哦。300块都买到了没有？鳕鱼头刀。看到这个名字了哈。没得没啊，没拿蛋啊，没有就没有喽。新大港王东华。Google， 这六个字 ，Google 这六个字，我们有做 Google 的地图定位，我们做 Google 的地图，直接定位过来就好了。中立啊，来加马鱿鱼的画画。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300块啊！300块来椒麻油鱼，来先椒姐，人家一只切了500块，两只三椒，四椒你300，五椒你300，六只500，来300了，椒麻油鱼来6只给你，来300块来椒麻油鱼，来300块来，别讲我玩花呗啊！来300块来椒麻油鱼，今日准备吃椒麻油鱼，来300块来，赶快！来拢准备了未？六只，来300拢哦，来五万来，五万卖开300，500来200块来。现场都买光光了，哪有啊？哪有可能？来，今仔哦，足富无咩啊？哪有可能买？哪有可能买光光？哇，你还没讲？哪那么厉害啊？来，两只啊，哪有那么厉害？来3只啊，200，来一只啊，给来200块来，我玩，我恁大家吃欢喜。那么厉害就好了。最后两个人给阿婆玩啊。小买点，买只过啊，内面两只100块，内面两只100了，100块来，给你亲戚，我晚买100块都，没关系，试吃，下次来你就会买200了，买100块我晚，最后两个人给100块都，100块，一客啊十二只，两客啊卖你100，太可怜哦，来，大乖妹来，最后一个人给我晚1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100块，做人无买着无，100块都买来哦，就两客啊，来，看。收礼吧，女小姐。哇，要淘气的东西，谢谢阿姨。哈哈，还多女三八，周末还有叫卖吗？我再传一下时间地点哦，再看一次。200块一个客人叫，多女。时间地点哦，看到吗？时间地点看到没？我传两包吧。时间地点啊，时间地点传上去哦。
不要啊。住彰化的话，住彰化的话就宅配。住彰化的话就宅配。宅配假一样啊。或是你要找一个时间下来。四个客人而已，你不买我也没有。住台中啊，我住台中。金金钱啊，我地婆一样背啊，只有四个客人哦。赶快拿钱。大哥买两份。好，第七。大哥买两份。最后一位。没有了。来真快！我打字恭喜阿美吉利安呢，我恭喜阿美吉，我马上开。你不是要对，你是要行路对。哎，这个是顺手的安尼。哎呀！乖，不一样的，一定爱加。后生足肥的，你家己咧穿也对。台北的话要看你。我老花心，三倍两倍。新北的话比较多，台北的话新北比较多。我立马搞大几块的。永和啊。大几块的了。我们有另外一个老板，另外一个老板。啊，我给几块还给我来。中山海王子有在土城。这个老大爷。再来。最好请你啊。什么请问你啊？我不睬我。鱿鱼啊。最后一位了，龙王，来谢谢，三个，来阿兄带姐一样来落去哈，来阿哥我有鱼，我报了，来报两只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来两百块来，进来，一千两百哈，来三个人给你啊，我要讲啊，我讲一杯啦，贵啊，你拿一杯，加一杯好啦，我两下买，你上出边啊？啊，无你上阿五啊。好，你上两三桌还热水。OK， 等一起。可以等你，我讲你，我讲你，你昨天都让我杀过嘞。可以对。那我们两碗再加。我很牛，再到一家。来，等下我，等会昨天咱们都让我杀过，你买哪一段？来，各位有雨，我来上，我来上，我来闹场。来，各位有雨，最后两位了，没有了。来，等爸过来还一杯哦。来，等几下哦。来，等爸过来，各位稍微讲，各位有雨，来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。来，200块。证明哦，证明我看过本了。各位有雨，证明我看过本了。来，别给别，他长得怎样哦？兄弟，这个弯尾，有一下弯，没有了，可以动眼睛。来喝，还没讲升级下来，来，重头戏来了，帅的不得了，这你帅的不得了。哇，来，还没讲升级下来。我跟你讲，盛明跟我讲哦，他为什么现在不想要办呢？他觉得太麻烦。不然的话哦，要跟他在一起的女生哦，从新达港的右边一直排到左边去，排得满满满的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来，小哥，我爸。我爸对咩？对啊，这刀削啊，他挑啊，这明显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挑什么。漂亮，这很漂亮。我来，我发过来。来500块，他那三哎，他那料起没三。啊，三哎的三哎啦，来了，我发过来了，最后两位了。我阿哥先啦，老板给。漂亮的没了，给小哥。我准备了哈，来，谢谢。来，他过来了，我能吃啊。来，要吃葱抓饼的两百块来，要吃葱抓饼，我吃袂真啊，真正厉害，真正好吃的，一包1.5公斤，一包哦，一包1.5公斤，蛮大包的哦，而且蛮小的。你好，一包十袋，大约300到500两包，你啊，要一包百五的好。暗时啊，袂困是，咱今日做面膜。无得啊，百五，今天啊。